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宠物商店，这是另外一个，那次我们去看了一个，今天再换一个叫 Petco。 你看跟那个一样，只不过规模小一点，对吧？各种动物什么的。好，我们等会儿去那儿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地上弄得跟水一样，是吧？哟，这块有小鱼尼莫，哎，你看小尼莫，尼莫真好看，这小鱼尼莫。你看尼莫是19块20块钱一只。哎呦，这还有海星呢。哇，这么大这玩意儿。这种小红鱼15块钱一只，这是鱼缸里头放的。怎么还有 Olaf？哟，这是什么鱼啊？没见过这样的鱼。就是这样看。哇，这块那么大一个大片儿。哇塞，窜得够快的。哇，这边还有这么大一片呢，东西够多的哎。这个鱼就比较便宜了。3毛5分钱一只，正应了那句话呀，鱼分3、6、9等，肉分5花3层。哟，快过来看，这有个小嘚瑟，你看这有个小嘚瑟，太嘚瑟了，这个鱼，这头跟鲨鱼似的。哟，这还有个黑嘚瑟，你看，到水面上嘚瑟去了。哟，这有小鲨鱼呢。鲨鱼在那儿，它那个小鲨鱼在水。你看那嘴，还是个小鲨鱼。它的嘴是个吸盘，吸在这儿，你看见了吗？就是小鲨鱼，才3块钱一只啊，这么便宜啊！哦，那是卖金鱼的，金鱼都放在这个小缸子里头。可这儿还有。啊，这块也有金鱼，一个个的看着跟死了似的。哎，我突然有个想法，这咱可以我到网上去这个研究一下怎么养鱼，咱们买个小鱼缸好不好？哟，这个动物的名字叫 Coming Soon， 看见了吗？这玩意儿叫什么呀？你管这叫什么 hamster？ 哦，真的，你看 hamster， 你看我都不认识这个东西，我一直管这玩意儿叫老鼠，今天第一次知道它叫 hamster。 好，今天跟小大小二学了一个单词。你看这买一个鱼缸，你看它里头有这个净化器啊什么的，这些东西全都包括，才70块钱，好便宜啊。我们可以试着买一个这个，我先照一下啊，回头看看这里头有什么玩意儿，回头琢磨琢磨。我小的时候养过一次这种鹦鹉，有一个绿的，还有一个这种蓝的，这种蓝的，当时还下过一个蛋呢。你看他们在吃什么呢？嗯 ，Hello， 他们都在 stare at 我呢。哟，我记得我养这种小鸟的时候喂的是小米。你也想养啊？我养你就行了，好不好？你看给鸟吃的这个食物，这块相当于一个宠物超市。你看10块钱一包，是各种养宠物的人需要的东西，从吃的呀，包括玩的呀，或者一些平时需要的一些用具，比方说给狗或者猫刷身子的毛啊，不是刷那个刷毛的刷子呀。哟，你看这个碗真好看，一人给你们买一个回去当吃饭的碗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不是玩具，这是给猫抓的东西。你买这用着干嘛？
不是给人玩，臭孩子简直是。猫爬架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给猫用的吗？就是一般的沙子吗？那一般的沙子，别弄手齁脏的。哦，这有一只好大的大蛤蟆呀！这是蜘蛛哎，看到吗？哪有蜘蛛？我没看见呀、啊。在这儿呢，画面中央有一个壁虎。Turtle is inside here. 没看见啊？这里边，跟你哦，看见了，看见这儿呢。你管这东西叫什么 ？Turtle。我说中文。木瓜。哦，这么多。一个在 sleeping。哦，一个在这边。哦，一个在那儿。这是什么呀？蛇吗？不是，我是蛇。哎呦，哪那么恶心大蜘蛛啊！你笑得更恶心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万圣节快来了。哎，咱们一直在说宠物呢，来，画面重新切回去啊。蛇在那角落呢。哦，哇塞，探着头。你们看不见，看我这个手机屏幕。看这个。哎呦，我有这个我没见过。看这个的，他们paint他的shell啊。你看。他们配他的shell，这个壳是后来人给他这个画上去的，还是哦，这个是寄生蟹，就是你跑到人家的壳里去，所以这壳一般都是玩具壳，他跑到这个壳里，拖着壳走，寄生蟹的。两个小朋友是游完泳刚出来，头发乱乱的，这玩意儿啥？这蛇吧？就是。好恶心啊，一个头。啥也没有啊！哦，这哪儿？这上头了，吊着呢，看到吗？变色龙这是，看半天没有，吊着上头，变色龙，它能变颜色，你知道吗？它能笑呀！这有东西。这些地方咱们就不用看了，这都是卖狗的吃的呀，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的。哦，你看这块有卖这种。给寄生蟹用的这种海螺壳的，3块钱一个。你看乌龟 ，turtle。给狗买东西，跑过来就在这块问：“你喜欢这个吗？你喜欢那个吗？”这个人在这问呢。哦，好可爱的这个小狗。这块是给他们洗头的。哟，这大老虎，你看，这大老虎。这老虎，这边是给那个狗毛做护理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店没有上次我带大家看的那个店大。不过除了一个那种家庭医院没有，就是狗的家庭医院没有，然后另外，这个领养狗的地方没有，其他都全了。这是狗食。关注咱们吧。If you like our channel, please subscribe.